我看我的尿布换得很顺，我现在是，我看他还没出来，我已经练习大便他儿子，就是这样每天这样抓着这样子擦屁屁哦，很快。他这次也很辛苦，因为他就是他为了让我可以专心准备演唱会，然后他就是帮我打理很多公关的部分，就是朋友来啊，然后要处理票务的东西啊，然后安排演唱会什么，就是所有的就是。可是他又大着肚子，然后其实我不喜欢他做这些工作，我觉得他很辛苦这样。然后我一直跟他说，就是不用每件事都做这样，就是尽量去休息这样。但他很贴心啊，他希望我不要别无旁念，想我专心的准备演唱会，所以他想要把一些其他琐碎的杂事把它处理掉这样子。我在台上的时候都会一直看到他，然后他都会在不同的位置，然后每次在不同的位置，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这么跑？你可以坐着吗？你不要是动，就是休息的这样子，因为。他就会这边照顾一下，那边照顾一下，这样子，对，所以辛苦他了，辛苦他了。那如果劳动辛苦，会不会就是犒赏他之后？我每天都在犒赏他，对，我每天都在犒赏他，很基本的，我就是，他已经拿出一个标准。我们缺这个标准。没有啦，本来就是要犒赏啊，老婆就是拿来犒赏的，是吗？对吧？对吧？对对对，他今天好像在楼上，嗯，我那天有跟你说什么吗？他我还真的没有跟他讲到话，但是他有送花篮这样子，然后可是因为我前面就是我太专心，所以我有就是送他的花篮，然后谢谢他这样子，没有跟他讲。刚刚高雄嘉宾有机会跟你一起现身之类的吗？刚刚不是讲吗？高雄最大的提醒就是没有。哈哈哈哈哈。没有啦，这还不知道，还不知道，就是还久的是11月。不排除任何事情。先睡觉吧，对吧、啊？什么感觉？就我的腰还在腰的地方啊，很好啊，就没事啊，是吧？没事，腰也是腰没事，我有事。那哪里有事？喉咙有事。哦，喉咙真的很哑，这是真的很哑。现在很哑。很哑。很哑。我想说很哑。我刚以为很哑。我们先走了。要先快塞一下。要先。我们先走了。喉咙很哑。其实，在太阳之前是顽童。可是真的是，好，原本是这样子，我原本想说找顽童来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有个段落是第一方面是希望给歌迷一个惊喜，然后就是很多老歌迷嘛，我觉得要回馈给大家一些顽童的一些经典的歌，再来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要让我休息，真的这是实话，你要 cover 我嘛，要做一个休息，就是我可以变成三分之一的工作，可以休息，然后去准备后面的 ending。但是呢，顽童的秀真的是太嗨了，我很难唱的不用力，结果反而最累的是顽童那一 part， 真的全场最累就是那一 part。然后唱完以后我就超级喘，喉咙也超哑的，马上要去唱《太阳》。《太阳》是一个超级很静下来的一首歌，然后那个地方真的是有点困难，这样对，所以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就是不要太开心，不要太开心。对对，就是他们来这样子，然后我看到小声大声，他们在唱的时候说这句我会，你就想要跟着唱，你就想说以前我都会唱那个 part， 可是他们就想说你不要唱那个 part， 让我们去唱，你就是休息，你找机会就休息，就是你就会太兴奋，就说哇那个我要唱那个，你就对，怎么一直有机关枪的排我，压力很大。想说到时候场官再调动一下是不是？我就可以讨论啦，我觉得可以讨论，对吧、啊？但是今天就是有 hold 住啦，就我一直告诉自己就是。不要太开心，老实讲心里蛮复杂的，我很开心就是合乎标准，然后另外一边想说哇我好像有点没面子，我好像有点没面子，就是哇我竟然没有超标，对，就是感觉好像他们瘦子开演唱会了没听到，对，就是没证，就是蛮复杂的心情了，对吧、啊、嗯，那去高雄去那就可以狂飙哦，对啊对啊对 啊, 对 啊, 对 啊,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边最大的问题不是我觉得不单只是居民，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因为他那个二楼，其实真的很危险。你所有人在上面跳那个整个蹦体的话，哇，大事哎、欸，那真的是出大事了，对吧、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小心啊，